我们看这个第五题跟六题的题组了哈。他说外星人所使用的长度单位为 L， 那、啊、时间单位是 T。外星人来到地球时，发现和地球的单位比较 ，1L 是等于 2.5 公尺 ，1T 是等于 5.5 秒，则第五题，外星人在地球上哈，以呢速度 v 等于 1.1 乘以10的八次方 L 除以 T 的速度行进呢、啊？此速度等于多少公尺每秒？那我把它换算一下 ，E L 是等于 2.5 嘛，就 1.1 乘以10的八次方 ，E L 是 2.5 公尺，那 E T 呢是等于 5.5 秒，哦 5.5 秒，好，那这样把它算一下，就 1.1 乘以呢 2.5 再除以 5.5。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0.5，哦，就0.5了哦。有效速度是让输取两位了，所以应该写0.5。哦，这里是三位有效速度，跟两位两位，取两位有效速度乘以10多少呢？八次方，所以应该是5.0哈，乘以10的七次方公尺每秒。所以大家应该选 C 啊，5.0。乘以10的七次方公尺每秒。